深呼吸，我负了我该负的责任，有视频照片为证。奉劝你一句，女孩子要怜爱自己，勿亵渎。什么视频？ 做的不错，沈一姐，你手机一直在震动。坏了，明然的，我快去吧。 喂， John。 喂，宝儿，我这边刚忙完。 你放心吧，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可能会忘呢？我上哪儿找主持人、摄影师？啊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你好，我问一下 ，Eason 是在这边拍广告宣传片吗？是的，他们就在这里，先生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这儿。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事情呢？现在都几点了？ 你怎么连订婚都迟到啊？对不起，我那边还没完事儿就过来了。把订婚地点和你的广告拍摄工作都放在同一个酒店了，结果你还迟到，真行。主持人呢？英子，老范，哎呀，订婚快乐！你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 多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我招待一个朋友呢，我马上进来。你先去收拾吧。好。我们两位新人真的是喜笑颜开，喜上眉梢，喜悦之情不可言表。下面。 请我们二位新人互相交换订婚戒指。是，这是谁啊？上来。谁呀？这人是不是凑错了？不是，这人干点什么呢？这人干呀。沈爷，对不起啊，这婚我结不了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 他说他不结了，好像不结了，这开什么玩笑？这都怎么就不结了？什么情况呀？不是，闹矛盾了？你永远觉得升职比我更加重要。你的计划里面根本没有我。不是吧？在别人结婚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觉得升职更重要。你早干嘛了？对呀，我为了这次结婚，我已经放弃掉我的升职机会了。
我的计划里一直有你。我们今天过来，对呀，这他的计划是我，还有他和我的孩子。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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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抱歉，让大家带着祝福来，却带着遗憾离开。今天本来是我的订婚宴，但事已至此，显然不能再继续了。 大家请回吧，礼金之后我会一一退还给大家的。我真诚的希望大家下一个出席的婚宴能够充满开心和幸福。I'm sorry. No offense.